假，我昨天在路上被人家搭讪哎，他问我是不是大学生哦，好爽哦。跟你讲，他还跟小薇在一起了。我刚刚啊去茶水间倒水，我看到他们两个在。嘿，我跟你讲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出去讲，我出去讲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晚上再叫哦，再见。哈，真的假的？你等一下。哦，真的。好了，我们晚上见面再说，再上班了，不方便。讲了这么多遍，为什么你都还不会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下次会改进。你真的很夸张，你。对不起，真的很抱歉。你这样子会让我很麻烦哎。对不起。是。喂，喂，对呀，我告诉你哦，宝贝，我好想你哦。